所以说呢，这里面就保证那个整个奥运的供应呢，我们做了一套完整的预案做准备，来应对包括生产量呢，和包括那个食品安全呢、运输了等等一些问题。他说这个人没割的话，就下了道，不下了。我们呢，有信心让各国呀。来参赛的运动员、官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，以及呢来观看奥运的这个消费者呀，放心，中国政府有信心、有能力来保障奥运期间的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，让大家呢放心的来中国。